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里，我们总是追求美好的生活。然而，不可避免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都会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——老化。如果你认为老化只是皮肤变松弛、皱纹增加的现象，那你就大意了。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它背后隐藏的危害，让我们不知不觉中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健康状况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，认知功能下降，骨骼健康受损。总的来说，老化是癌症、冠状动脉疾病、阿兹海默症、帕金森氏症和慢性肾功能衰竭等各种疾病的最重要风险因素。个人可以达到的最长寿命受到衰老的显著限制。面对这些老化所带来的危害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更应该提前做好准备，积极抗老化，健康有活力的活着，而不是带病卧床的呼吸。我们已经让许多长者脸上恢复了亮丽的笑容。血藤凤胶活力饮，血藤活力饮，全方位健康饮品，我们提供产品，让您免费体验。